其实今天来到这里要讨论的是你的新专辑，好，坏人的价值，坏人的价值，坏人的价值里面的一些概念我很喜欢，然后我自己也做了一首歌叫好人，然后好人这首歌呢，我打算把它打造成一首跳舞歌，如果好人的话，好人，就那个旋律就是，好人，好人，好。好人这样你觉得怎么样 ？OK 啊，如果两个人跳的话，你觉得是两个人一起跳是？如果是可以这样子，是好人，好人，好，好，好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有点难，有点难啊。那如果呢是两个抱着这样跳？好人，好人，那脚呢？好，好，那就提起来。OK， 你觉得这样子感觉有点 gay。有一点点而已，一点一就一点点对着你，我 OK。 那好Pension， 恭喜你。为什么？你通过了我们的测验。什么测验？就是你真是一个好人。其实是 Fiona 给你设置的啊。真的吗？我会设计一个东西，你跟他做 OK， 然后你不可以告诉他 fine。 然后一开头我要让你在他的前就是面前很尴尬，然后很愚蠢的，很愚蠢的，很愚蠢的。因为我上一期的嘉宾是 Fiona， 然后他说你下一期的嘉宾无论他是谁，你一定要站起来跟他跳舞。我就想了一个这么烂的一个方法跟你跳舞，挺烂的，挺烂的。对，好人，好人。